大家做伙手向顶南岛的蝴蝶歌来表达团结，而且用南岛县的地图所做的蝴蝶的石，副县长候选人李文忠拍咧，一边紫色代表平霸县，一边青色代表民进党，要让李文忠借着大家团结的力量来拍下这场选战。透过这一次，让李文忠能够顺利当选，其实也是回报，也等于是回应彭县长苦心呼吁大家团结的这样的一个呼唤。为着要表达团结的决心，也够用写的文员的石头，台语笔头内底，乡顶将过去的文员拢放下，为即马开始要全力替李文忠来互选。不是为着个人关系讲胜败的关系尔，因为我相信，如果文忠会当建设南投县变作一个强固在的台湾心中，咱是南投人，会当长久很久咱的共同的理想，一条在南投真歹行的所在。皮巴县在地书的时阵，还阁不时将李文忠的手牵咧，希望选民会当给南投一个改变的机会。为文忠试问，大家手牵手做伙发的口号，乡顶大团结。在选前的最后几天，来替李文忠站台，希望会当得到最后的胜利。记者吴玉麦采访报道。